大家好，拜拜，講完。咁到時9月6日至8日咧，就喺石硖尾嘅 JCCAC， 係啊，嗬 ，JCCAC 見大家，好，拜拜。係啦，唔使介紹啦嘛，係咪 ？OK， 9月6日到8日照舊 JCCAC， 係咁，好。就好，大家好，我叫做 Ricky 啦，咁係玩街頭攝影嘅啦，咁樣就街頭攝影係我最喜歡的攝影的項目，街頭攝影是我的生命。我就喜歡在街頭那裡留意街頭不同的 細節，這樣就用相機去到記錄，特別喜歡記錄別人的歡樂的時刻，就希望這個攝影展可以帶到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看。現在 social media 的年代，大家可能一秒鐘兩秒鐘 就掃完一張照片了，攝影展可以給大家有一個長一點的時間去到欣賞一張照片，感受攝影者想表達的故事啦，想表達的情感啦。就我希望今次有些特別的東西可以給到大家看，咁我未決定嘅，我仲諗緊。咁但係又應該係一啲係啦，特別少嘅嘢。我係 Ricky， 9月6日至8日 JCCAC 見。大家好，我係 Ivan 啦。咁今年就21歲啦，就係而家仲係讀緊大學，不過準備畢業㗎啦。咁點解我當初會接觸街拍呢？就因為我喺 IG 成日都見到即係啲攝影師啦，佢影可能紐約咁樣啦，應該紐約好靚，再加上我自己好中意睇電影，咁我見到佢哋可以影到紐約呢個城市，好似每一個 shot 都好似喺電影入邊咁樣，咁我就諗點解香港唔得咧？香港嘅電影其實都好多人中意啊嘛，咁我就覺得即係如果紐約影到嘅嘢，我覺得香港都影到，咁呢個就係點解我開始咗會街拍啦，就係想影翻好似電影咁樣嘅 shot。在香港度咁樣，我上年就啱啱去咗巴黎到 exchange 啦。咁呢一個改變咧，就即係呢一個旅行帶俾我改變就好大啦。街拍嗰度，咁就因為以前咧，我自己就會影到香港好黑啦、好暗啦，會好有望落去可能有啲唔開心，因為我比較中意 focus 喺啲人即係唔開心嘅表情，啲唔開心 expression 度，即係好似有啲 struggling 啊呢啲我中意影，因為我覺得呢啲好講到故事咯，即係你見到個人嘅樣子、個動作咧，佢已經可以講到故事出嚟，咁先有景感噶嘛。咁但係去完巴黎之後咧，可能因為我接觸嘅人啊、接觸嘅建築物多咗咧，咁我就開始同埋我心態都唔同咗啦，即係都正面咗。去完嗰個旅行之後，咁所以我翻嚟之後咧就會更加 focus 喺香港人可能開心嘅地方，即係我見到開始唔係再中意影佢哋愁眉苦臉，反而係中意影佢哋嘅笑容。咁其實而家影翻發現，原來佢哋嘅笑容都可以講到佢哋出嚟嘅，即係一個小朋友佢望住鏡頭嘅笑，其實都好有電影感嘅。就而家啲相望去就比較陽光啲啦，咁就個風格唔同啲啦，可能你可以話係浪漫啲啦咁樣。參加呢個相展咧，咁就當然都會想即係俾大家睇到香港唔同嘅一面啦。咁可能係頭先我想講嘅開心嘅一面或者唔開心嘅一面都有嘅。一路影相的目標都是想跟外面的人說，其實香港都很漂亮，香港都是一個很充滿電影感、很充滿美感的城市，絕對是不輸給紐約的。只要你在香港願意拿起相機，其實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成為你講故事的地方。這個就是我參展想帶給大家的 message。我是 Ivan 啦，咁個相展咧就會喺9月6日到8日喺 JCCAC 度舉行嘅，咁就到時見啦。大家好，我是 Charles， 一個中意影相嘅普通人。咁我對攝影嘅睇法咧，就係佢係一個好偉大嘅發明嚟嘅，因為佢可以留住一啲我哋留唔住嘅人啦、事啦、同埋物啦。咁啊，每一次撳一張相咧，你就可以停留咗嗰一刻嗰段時間。希望六中六合彩又得。
每按一下快門，我哋就可以記錄到嗰一刻嗰個你中意嘅時光。咁我對街拍嘅睇法咧，就係佢係一個可以記錄一個時間、一個時代、社會嘅文化啦，同埋人民嘅生活啦。我中意喺街上影相，就因為可以為呢個時代、呢個社會去記錄一啲人民嘅生活嗰一段時間，人民嘅活動啊，同埋文化啊。咁希望幾十年之後可以為自己啦，或者為其他人去提供一啲當時社會嘅情況啦，可以俾翻第時嘅人睇下呢個時代係點樣，呢個歷史係點樣咯。我係 Charles。九月六號至八號 JCCAC 見。Hello 啦，我是 Charmaine 啦。咁我係一個 design student 嚟嘅。咁我影相係我一個都好中意做嘅嘢啦。即係除咗可能畫畫，又或者可能一啲 creative 啲，即係不斷爆 idea 嘅嘢之外，影相都係我好中意做嘅一樣嘢啦。因為佢係一個我去 observe 呢個世界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我覺得影相係一個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隨時都可以做到嘅嘢，即係你可以用一個好 handy 嘅手機、或者相機都可以做到嘅嘢啦。咁我覺得影相係我將我睇到嘅嘢同埋我感受到嘅嘢就 capture 低。咁每一次當我諗翻，即係睇翻嘅時候，我就可以諗翻起嗰張相背後我經歷咗啲乜嘢，我睇到啲乜嘢。即係比起可能其他 music 啊，又或者係畫畫啊咁樣，影相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係佢會 capture 到嗰一個 moment 咯。即係可能音樂又或者係畫畫，可能更加多係 describe 緊嗰個 impression、嗰個印象、嗰個 atmosphere。但係影相可以 capture 低到嗰一下，咁就好似當所有嘢都咁啱喺嗰一個 moment 嚟到你嘅鏡頭面前。咁就好渾然天成咁樣就形成咗嗰一幅相咯。咁而另外，我覺得喺個攝影展度，我覺得一個好得意嘅嘢係，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風格啦。咁都可以睇到，即係我哋每個人睇個世界嘅方法都好唔同咯。咁我覺得依個係我中意依一個展嘅其中一個原因啦。依一個相展就好似一個創作者同埋讀者嘅一個記憶嘅碰撞咁樣。即是我去拍這幅相的時候是我 interpret 到什麼，但是當你讀這幅相的時候，你 interpret 到什麼是 based on 你的 experience，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位置。是的，我是 Charmaine， 接下來9月6號至8號 JCCAC， 到時見。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謙，咁我同大家一樣啦，都係一個打工仔啦。咁試過攞錢啦，試過追夢。咁而家都係一個翻朝九晚五嘅打工仔。好慶幸我一直都有 keep 住攝影呢個興趣啦。咁就叫做喺生存當中揾翻少少生活啦。咁講下點解我中意街拍啦？咁講翻遠少少咧，就係其實我攝影呢個興趣咧，就係嚟自我舅父嘅。咁你啱啱開始，你咩都唔識，你就好自然會跟佢買同一個牌子嘅相機啦，影同一個類型嘅風景相啦咁樣。但你影下影下咧，你就會發覺，咦？你會揾到你自己想影嘅風景喎。咁而我覺得喺條街上面嘅行人啦，又或者係唔同嘅事物啦。都是你最容易接觸得到，同埋亦都係變化有好多嘅風景。咁我覺得街拍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喺一個框框入面，但係又可以容許到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咁另外就係你點樣運用你嘅觀察力啦，同埋你嘅攝影技巧，俾大家見到平時你見到習以為常嘅街，其實係有好多又或者係完全唔同嘅面貌。咁如果可以影到一張咁嘅相，會為我帶嚟好大嘅滿足感咯。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好多攝影人熱衷於街拍嘅原因之一。咁我希望大家嚟到睇呢個展，因為有十幾個人參展啦，今次咁我係第一次參加啦。咁我希望大家嚟到呢個展覽會知道即係大概會了解到乜嘢係街拍咧。
係咪淨係影黑白或者淨係影人像咧？咁呢樣就交俾大家自己去發掘一下，同埋就係想睇下可唔可以啟發到大家試下街拍啦。因為其實街拍好簡單嘅，即係你需要一部好普通影到相嘅相機，又或者一部手機，咁然後你願意去行慢啲，去留意多啲你身邊嘅人，又或者事物，咁總會有啲嘢會令到你好自然想影低佢嘅，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街拍嘅樂趣咯。Hello， 大家好，我係阿謙，九月六號至八號 JCCAC 見，拜拜。Hello， 我叫 Enoch， 我個 Instagram 係 casual.greens。我主要是拍菲林攝影的，咁其實我很喜歡街頭的一些 subject， 尤其是我喜歡拍得一個比較靜態的香港，很喜歡行一些比較本土，即可能屋邨啊的地方，咁就會想拍一些很靜的感覺，因為其實我們生活在這個很煩要繁躁的城市，一個很繁華的城市，很多時候啲嘢好快啊，好 visually stimulating。咁反而我想俾即係我自己影同埋俾大家睇得到嘅就係一個靜少少嘅香港，靜少少嘅感覺。咁所以我影嘅相通常都會有一個多少少 negative space 啊，人可能好多時候都係一個叫做 context， 即係俾你睇得到一個地方如果個人喺入邊係點樣，但係通常就唔會話好複雜好多嘢嘅。我通常都比較中意一個 clean 少少嘅 image。咁希望就係帶到俾我嘅 viewers 或者我自己啦，其實影相都係俾自己。咁但係帶到俾大家睇就係一個靜少少一個唔同 version 嘅香港。咁點解中意菲林？其實就係因為覺得件事好真實，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影好多次，即係其實係嗰個 moment 過咗就冇。咁其實我覺得件事好真實，亦都好 tactile， 好中意成個感覺。咁我影完幅相，我又唔會喺個熒幕嗰度望好多次啊，影好多次啊。其實影完一下，咁我就繼續。stay 喺個 moment，stay 喺呢一個地方，咁我就好中意呢類型嘅攝影咯。咁喺個 exhibition， 希望大家可以睇到一個叫有同平時大家認識嘅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咁咯。我係 Enoch， 我 Instagram 係 casual.greens， 九月六號至八號，大家 JCCAC 見。即係佢個 target 唔係俾影相嘅人用喎。浪起咗佢個價，咁佢要食嗰、那個。咁冇搞咁多嘢啦，買拉卡最好噶啦。冇錯，但你買 Nikon 喎。有啲半套嚟，因為我 delete 咗頭先。你而家望住我嘅飛，你可以望住我又得。嗯。我先唔好望後面。好，大家好，我叫 Roy， 好高興啦，今年可以參加到十四次漢嘅上展啦。咁處男第一次下海啦。中意街拍，咁中意街拍係點解咧？因為街拍有陣時行下，你就會發現到好多有趣嘅嘢啦。咁特別香港啦，咁啊人煙稠密。呢幾年行過好多地方啦，特別油尖旺，都好多舊嘢都開始消失啦。咁影相除咗 capture moment 之外，自己都中意率性啲咁去撳個 shutter。嚟緊九月六至八號啦，大家喺 JCCAC 見啦。大家好，我係阿 Roy。咁九月六至八號 JCCAC 見啦。我真係諗唔到講乜嘢。係，大家好，我係 Lockman。咁啊 ，IG 係 Shutter C41 啦。咁啊，好高興今次可以參與呢個相展啦。十四鐵漢第三屆嘅相展啦。呢啲就係要 cut 嘅位啦。呢個相展好冇？主要我哋嘅主題咧，會係街頭攝影啦。咁大家都係一班街頭攝影嘅愛好者啦，即係玩街拍嘅。咁都係一個很好好嘅機會去推廣一下街拍呢個文化啦。就攝影就唔係淨係得可能影人像啊，或者影風景啊。街頭攝影、街拍咧都係其中一個風格嚟嘅。咁我哋就是一班街拍嘅愛好者啦。咁我自己就中意影彩色嘅為主嘅，咁有陣時會影菲林啦，亦都會有啲數碼嘅。咁我會喜好就係影一啲比較有動感啊、有層次啲嘅彩色嘅街拍相啦。咁每人嘅喜好唔同，係啦。講完。
咁我係 Lockman 啊，咁到時九月六號至八號咧，就喺石硖尾嘅 JCCAC 見大家，好，拜拜。我是 Jack 啦，我 IG 名是 ghost.jpg 啦。咁咧就我是影開街拍嘅。咁其實對我嚟講，街拍唔係主菜嚟嘅，其實係伴菜嚟嘅。咁其實我去街拍嘅同時，我是比較中意去同自己相處多啲啦，俾個機會我自己。咁其實影到啲咩相出嚟，其實都係其次嘅啫。咁如果話街拍帶到俾我啲咩？其實以往我未接觸攝影之前咧，我去一個地方係可能 A 點到 B 點，其中之間嘅路線我係冇乜嘅，可能搭車，我係冇乜留意嘅，或者我係冇咩探索過嘅。但係攝影之後俾咗我唔同嘅機會，就係我喺 A 點到 B 點之間，我可能多咗一種選擇係去行路啦。咁其實我可能去探索咗多咗呢個城市之間嘅脈絡啦。咁會俾多咗好多機會去認識唔同呢個香港嘅唔同道路啦，或者唔同嘅面貌啦。咁亦都係俾咗一個好機會同自己相處嘅機會，去諗多啲嘢啦。希望自己去做得更好，影到唔同更多相。我係阿 Jack 啦，我 IG 名係 ghost.jpg 啦。咁到時九月六號至八號 JCCAC 見。可以講啦。可以講。大家好，我是 Desmond， 咁我嘅 Instagram 咧係 Nigroniman Photography， 咁今次好開心啦，可以參加呢個第三屆嘅十四鐵漢嘅exhibition 啦，個聯展啦，咁我希望可以喺今個展覽入面咧，其實就可以話俾大家知我嘅一啲嘅創作嘅理念。咁今次所展出嘅我嘅相片嘅 collection 咧，都係一啲偏向比較係我自己一啲嘅 visual diary 啦，去展現一啲自己本身可能對畫面上的一些理解啦，和一些可能是對於表現上的一些認識嘅。咁我希望嚟緊啦，其實都會有多啲嘅機會咧，去話俾大家知我嘅一啲嘅創作嘅一啲嘅形式啦，那個模式會係點樣樣啦，同埋中間嘅思考過程，或者可能嚟緊會再有機會嘅話咧，都會用一啲可能係真係比較art 向少少嘅一啲嘅 project base 嘅嘢咧，就去同大家做多啲唔同類型嘅創作嘅。九月六至八號 ，GCCAC 會有第三屆嘅十四鐵漢展覽，到時見。你叫咩名啊？我叫 Desmond。